星吴佩慈于2014年与香港富商纪晓波交往后，发表隐退宣言，表示目前的生活过得很满足，想要专心当个好妈妈，因此打算全面退出娱乐圈，专心在家照顾孩子。然而，纪晓波在2021年被爆出旗下企业涉嫌非法赌博，遭到起诉。不过，他紧急发声澄清，早已与该企业切割，也没有被起诉。近年来，吴佩慈鲜少更新社群，微博也已经停更3年 ，IG 最后一则发文则停留在2年前。日前，他迎来45岁生日，难得透过社群更新近况。吴佩慈在现实动态晒出了好友们送给他的超大爱心花圈，以及成堆的柠檬塔甜点，惊呼好友竟然能把柠檬塔从台中运到台北，再冷藏货运寄到香港，让他感动直呼爱你，隔空表达了对好友的感谢。